其实都在一起，继续，其实我已离不开你，因为我早已习惯有你，我们今生今世绝不分离，此生只负彼此的唯一。因为小浮夸的妹妹习惯有你，因为我已经习惯有你。来，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啊。哦，不是这首歌，这个叫鼻子了。我只有怎么怎么怎么了，走，带你去打仗，我们随机去。好久不见，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想象中没我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孤独，拿着你。客气啊，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，是富婆公会的，我们随机随机吧。哎呦，对，我突然很想见南哥。哎，其实见南哥超好玩，你知道吗？特别害羞。欢迎乔贝哥哥，感谢我们全是爱的心疼，欢迎白芒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就是，哎，真的超好玩的，今夜明月，今夜月明村，人尽知，今夜无眠，无眠就别睡了。不是发消息，是，哎，反正说不上来啊，他超好玩的嘛，他超害羞，你知道吧？疯了，我就会给他打电话，才五点多，估计还没有睡多久吧。男的脾气非常，这不是脾气哦。哎，我跟你们聊聊吧，我们就先不随机了。他是什么？欢迎陈金星呀。他是那种就是，你知道，就像那种，对吧？就是那种，就是你跟他说话，他。特别好玩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他特别害羞啊，就我每次一逗他啊，他就会很正经的就是说一句话，或者发个表情什么的，特别好玩。其实我还蛮好奇他长什么样子的，我是让他来西安找我玩，他不来玩，估计是一个人傻害羞吧。可好玩。哎，其实我想看看就是这么厉害的现实是长什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对他有充满了幻想，但是我估计要看了之后估计和普通人差不多，但是还是很好奇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乐，今天不去技术线，我还没有记过组啊，还没有烧过纸什么的，我妈好像会弄这些，就是祭祖什么的，但是我好像没有，我现在都不知道，就是我爸还有爸爸的妈妈，他们的骨灰在哪埋着，我都不知道，不是不孝，我妈也不知道，因为那个就是爸爸的兄弟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也没见过。他好像就是不喜欢我和我妈妈，然后就
没有给我，没有给我妈说，就是我爸爸还有我爸爸的妈妈在哪里埋着，都没有说。我只见过从小到大就有印象中只见过一次爸爸的妈妈，还是亲戚带我过去见的，是过年的时候，就这样子。他去世的时候都没有人通知我，也没有去过。学姐，涛哥，你要睡了吗？养鱼让你爸爸，我都没怎么养鱼啊。有一次年初还是吧，那很厉害。其实一般声音好听的长。